们回到新闻 vlog， 我目前是位于雅加达中区的一家购物商场，这里是正在参观一场以气球为主题的拍摄展览。现在我到了下一个拍摄地点，就是有水幕和好像是似乎在海底下的那种感觉。其实这个地方是不大的，但是有镜子，所以看起来是很大。Okay.